cut off way by the Zakowski 一对勾，加注一万的积分牌。那我们看见这桌来了 Vogelsen， 啊，这里 Kenny 小盲位 K 圈的牌。选择做一个跟注，啊，这边 Grillo 也是可以打的牌，圈勾同花的牌，哦，圈九同花的牌。啊，这个面发出来是十八六，那我们白的是 Kelski 的一对勾，暂时还是领先。啊，面对两架的锅牌，他在这边应该会做个继续下注。一方面是为了索取 value， 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他手里的勾勾的牌力，因为在面对两个玩家的情况下，转牌的任何一张超过勾的牌都并不是非常友好。啊，他打了三分之一的底池，一万三千的积分牌。大王问玩家的圈九同色，在这里有一个卡胜后门花带高张的听牌。大选择加注到三倍，用他手上的概念牌。选择跟注，底池目前来到十一万两千。啊，我们看见 Badzikowski 这后手还只剩这底池的那个量了，只有十一万三千的积分牌。啊，这里波诺莫在小盲位拿到了一对 A， 也是运势非常的好。哦，还遭到了大盲位的一个全压，在 BBB 的时候遇到这样子一手哭了，简直是太戏剧化了。那这里看见 Bonomo 的积分牌有 Cover Adamo， 那如果 Adamo 不中八的话，他需要再次买路了。那这个转牌给了他很多 outs， 啊，这不幸和牌没有发出来。这里我们看见 Adamo 被淘汰，现在回到红桌。在前这位玩家过牌之后，飞小林三直接在转牌选择 all in。后手筹码比正好是一比一。对手选择放弃。Maybe this
sim's breaking. It's because this clock's like not running while that one is. I'm telling you, the sim's like. You would know. The countdown to the next break is going, and the level time isn't. If that's not a glitch in the sim, I don't know what is. I trust you. I leave that to you. And the robot dealer is like. Fish 2013在庄外拿到了一双非常好看的圈勾同色。Rock 暂时选择放弃了他的十三。啊，那这里面对庄位，面对大盲位的 AK。AK， 你应该这里会做一个三 bet。有可能需要做到四万到五万之间。51. 啊，五万一千。You covering right? I have like 320 total. 一个堪堪超过四倍的加注。那么这里带给我们 Mikita 的。抉择就是，如果你一旦跟住了这个底池，那么就很容易的陷入到几乎快要套池的阶段，因为在进行了一个跟注之后，底池已经膨胀到109500，而他的后手，两位玩家的后手，都只有20万多一点。啊，那这样子看到这个面。基本上是走不掉了，两高张带买花，以及一个卡十的顺子。Kenny 这里的下注一定会遭遇到极大的反抗，一个39000的下注。这里 Mikita 基本上是会选择 all in 了。他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是一个比较梦幻的 flop， 买花带卡顺，兼两高张。啊，他打得非常的细腻，选择了一个95000的加注。打得非常细腻，他的后手还剩下127000，那他已等于告诉对手我已经套池了。啊，直接 all in， 那一定是会得到跟注。Am I being a favorite now? Rankin， 你这里应该是一个半炸胡的加注权下。他面对对手的，哪怕是实时勾勾的范围，还是有两高张的奥子。啊，没有发出来。面对这样子一个完美的翻牌，
you post first? The blind. Okay, thanks.啊，我们 Peter 在 UT 级位置选择 All In 他的16杂色，因为他目前只有一个盲注，而下一手牌他面临大盲，所以在等待了这么多手牌之后，这里是他一个唯一的机会。在数学上，他必须在轮到他做大盲之前 All In 一次。这样子的话，如果他赢了这手牌，他还能获得至少一个大盲的收益。而如果他选择在下一手牌再做一个 all in 的话，那么他就损失巨大，会少赢一个前注和一个大盲。I guess you really need it. 我们进入到一个三家底池，波诺摩手里拿了比较好看的圈勾同色，在小盲位，哦，他直接击中了天纳子顺。那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基本上我们的 Peters 是会被我们逃离，会被我们淘汰在赛场之外了。两位玩家在 flop 都选择过牌，只有一张骑士的补牌可以让他发 chop， 没有发出来。那么我们的 Peters 是结束了本场比赛的锦标赛生命。我们的比赛现在是现场延时30分钟的直播。比赛的举办地点是在韩国济州岛济州神话世界度假村蓝顶娱乐场。这场主赛事的买入是200万港币。这里小盲位的波诺摩是拿到了一对 K， 在这个位置一对 K 的牌力是非常的隐蔽的，并没有 A 的帽子。而我们的 Richard Young 在这里也有一个双头卡顺的买牌，那么这里他们两个无疑是会打起来。在45000的底池中下注30000，这是一个比较重的下注。那么想必波诺姆也知道，在这里如果对手是击中了10或者圈的话，不会在大盲位直接盖给他，所以他这里可以用他的一对 K 在这里谋取更多的价值。这就是顶级玩家的调整。转牌出了一张六，底池来到105000。波诺莫这里是否会哦，75000又是一枪重锤，在确定了对手的跟注范围里面有强牌的情况下，他选择索取更多的 value。
Richard Young 选择跟注，他的后手还剩下167000。哦，和牌击中了他的双头卡顺。那这样子波那么这里是要遭受重创了。面对这样子一个后手，他很有可能会直接选择打 all in。啊，他果然选择打 all in。啊，选择跟注。看到这手牌又是盲注之间的对抗，小盲位 Peters 的 A6 杂色，这里 Abinga 选择有97，在花的牌加注到19000。那因为 Peters 在发牌前用 A6 的牌选择了跟注，他这边可以考虑跟注。他隐藏了他的牌力，做了个跟注。那这翻牌是952的面。而这边 Abinga 他是中了顶对，经过 Peters 过牌， Abinga 下注14500的积分牌。面对这样一个下注，他的 A high 还是领先对手的整体范围，他应该不会轻易放弃。啊，他这里选择了跟注。现在 Peters 拥有一个高张带卡顺的奥子，在他再一次过牌之后，安比尔这里选择 check 控池。Peters 继续选择过牌，那他可能是觉得他这里的 A high 是拥有一个比较强的 showdown value。
他思考很久，选择在72000的底池里面下注48000。那这样皮特斯是放弃了他的底牌，然后每次当你选择放弃，那么你就对这个底池完全的丧失了竞争力。通过传奇扑克的高手们的比赛底牌可见的直播，我们可以找到自己打牌的时候距离他们的差距和一些存在的潜在问题。目前我个人就发现，相对于他们，我在河牌的炸胡率还是不够高。这也是很多玩家面临的一个技术上的小小的漏洞。看到这里 ，Jaden 利用他的良好的形象，在 Hijack 位选择做了一个三 bet 再加注。这里来到庄位的 Bonomo 又拿到了一手圈圈。之前他是输掉了一手口袋 K， 让他下手位的 Richard Young 是成功的拿到了翻倍。88000。这里他加注到88000的几分牌。这手牌其实大家拿到的手牌质量都非常非常高，还好他在庄位做了一个隔离。那么我们的 Richard Young 是直接弃掉了他的手的口袋十，否则的话他应该会损失非常多的积分牌。这里做了一个五 bet all in， 选择跟注。你看这些职业的顶级玩家不会去拿到一对圈去考虑对方是不是 AAKK， 做了一个很快的跟注。因为在这样子的牌桌上，他们已经在做任何动作之前都已经想好了这手牌在自己的系统里应该怎么打。翻后他们会考虑很多，但是在翻前基本上他们的任何动作都是基于自己数学体系的一个标准，他们只需要去执行他们范围里的那些动作就可以了。暂时这个翻牌和转牌没有给 Bonomo 带来任何危险，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河牌。好，这里 Bonomo 他淘汰了 Peters， 那这也是 Peters 买入的第二手对吧？对，第二次被淘汰。那作为职业玩家，他们一般都不会停止买入的，他们会买入到底。那这也应该是 Peters 第三手买入了。那 Matthias had 7-4 suited. Had a lot of cake. Hopefully stop bringing that stuff out because I can't stop eating it. I feel the same actually. It's like it's so damn good, and it's just staring at you.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手牌。Eminger 是拿到了 A6 杂色，在 CO 位选择加注13000。明显可以看到这里遭遇到了庄位的 AK 杂色，应该是选择一个加注。
一个三倍的再加注，那么应该是可以直接收池，因为它的 A6 的杂色是不太方便游戏一个没有位置的三倍的底池。我们回到红桌，可以看到我们的五哥在庄位拿到了一手非常好看的八九同色，选择加注12000 mini race。 我们小盲位的马来西亚玩家 Evan 六是拿到了 A 勾杂色，选择面对庄位的加注做一个四倍的反加。那面对小盲位的范围，这里八九同色是一手非常非常好的跟注手牌，这是一手非常棒的在有利位置游戏一个翻后底池的手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小盲位的 Evan 六是已经拿到了顶对，在108000的底池中做一个40000的下注。Wilkinson 在这里拥有一个卡六的出牌。在询问过对手的后手之后，跟住这里有一个卡胜后门花。面对这样子一个 all in， 他选择只能选择无奈的放弃。第二条街如果没有一个提升牌力的牌帮助他的话，是会选择 check。 那么面对对手这样子一个后手，他可以轻易的选择全下，击飞对手所有的被 A 盖帽的范围。这是刚刚那手牌 Wilkinson 在庄位用八九同色来跟注的逻辑。拿到了两头买顺 ，boss 面前目前是 AK high 的领先，但领先的优势是非常的小。这样子一个底池中下注15000。他的 AK 在这里啊，遭遇了一个 race 啊，很精妙的数学。可以看到他的15000在原本35000的底池
下注，他的下注尺度正好是42%。那这里在下注之后遭遇了对手一个42000的加注。看到这种和谐的数字对称，就觉得非常的舒服。AK 这里显得非常的延迟，选择跟注。当他跟住之后，他的手牌质量范围是明显强于他现在拥有的 A high。前置位的 Peters 选择过牌，在过牌之后，张口位 Devers 是选择了用一张岩石牌。也选择在后置位过牌。皮特斯买牌破产，那么他的八嗨是面对对手在转牌过牌的范围，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赢面。他这里是会选择放弃，还是选择再做一枪 bluff 呢？但是面对对手在转牌的过牌，他这里的被 call 住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我猜测他这里买牌破产的情况下，还是会选择放弃。因为对手这里的确是有一些很强牌组合的范围，会在转牌过牌。啊，还选择下注175000，打了对手一个 all in。非常的勇。在河牌真的是非常的有魄力。这里的 AK high 是非常艰难的一手牌，他再一次用到了一个岩石牌。皮特斯表情波澜不惊，可以看到两位目前都只有高牌，非常弱的牌力，但是在这样子一个大底池的状态下，两名都
非常的有胆识。这里枪口位的 Devos 再一次选择用一块加时牌，他非常想跟住，但他手里的牌实在是太弱，我只有 AK high。他这里能赢的组合恰恰就像是七八这样子的范围，他这里很有可能是啊，他选择跟住，非常非常的厉害啊。Peter 再一次的遭遇到了一个强悍的跟住，这无疑是一次 hero call， 在一个非常非常对手显示非常非常强牌力的情况下，只用一手 AK high 抓击成功。Kenny 是在 CO 位拿到了 A7 同色，选择加注13000。Peters 拿到了在这个码量非常非常出色的一手口袋对八，选择 All In 36000的积分牌，六个大盲。Please.No, it's not 78, it's just a minimum raise. So that is 26, a raise of 34, so a minimum raise is going to be 80. Watch out. No, right? 13 no. to 36, so 24. Oh, it's 36, 59. 59. Is... 这里是一个差额算法的差额增注。Yeah. Yeah, 59. Yeah.由于在前置位 Brankenny 是拿到了 A7 加注13000，遭到了一个36000的 All In， 那么他这里的最小加注是36000加上36000减去13000的差额，也就是23000加36000等于59000。进入到一个五五开的跑马啊，任何的草花都能为对手带来击中，非常多的奥兹啊没有发出来。36。我们的 David Peters 重新从对手手里拿回了一些筹码，成功的复活到了十多个。Yeah, 大盲 Thank you. 特别是庄位和大盲位，一般在这两个位置你所游戏的手牌都是远远超过其他位置的比例的。这手牌我们的 Evan Low 在 Hijack 位拿到了 A 圈同色，选择加注到15000。这手牌是一个值得跟注的范围，90连张。我们可以看到 flop 为我们的大盲位的 Hexen 拿到了顶对，过牌之后 Evan 6会不会在这个39000的底池里面下注呢？这里屏幕显示错误，不是三万，是13000 13000，正好是
三分之一的一个底池，在三万九千的底池中下注13000。选择加注到65000。那么这里的加注就基本上告诉对手，我这里是要跟你搏命了，因为加注到65000之后，我们的底池来到160000。我们的底池来到160000，选择跟注。哦，turn上是加强到了顶两对，那么这里是一个很轻易的再一次索取 value。他可能觉得对手的跟注范围里面有一定的超对。面对这样子一个底池赔率比，他后手只有112000，而底池里面是拥有169000，可以直接选择全下，非常好的一个尺度。他选择继续下注55000去索取更多的 value。我们的 Hexen 目前一定是知道他是领先的。这里55000的下注，他并不想让对手范围内的一些弱成牌放弃，他继续选择跟注。选择用 A high 牌在这里跟注两条街。那毫无疑问，这里 Hexen 的唯一动作就是 All in， 在279000的底池下注57000。All in。这里对于艾文瑞来说，这里已经是没有赢牌了，因为在 turn 上他还能在转牌，他还能抓到对手一些很多的 bluff 去 call 停对手，因为对手在这里毫无疑问也会知道下注了55000之后，面对一个260000的底池，对手面对他的后手57000是很难有弃牌率的。看到这手牌 Beaters 只剩下63000的筹码，10个盲注拿到一对勾是毫无疑问的选择 All in， 没有任何的别的选项。10个盲注，他需要跟住9个盲注，我们来看一下 Beaters 的这手牌的运气如何啊，直接被击中了顶对，可以看到他今天的运气不是特别好。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遭遇淘汰。我们看到艾格伦在庄位在 UT 级位置拿到了 K 圈同色。我们的 Greenwood 在这里选择跟注，用一对四。装王位入戏弃牌，那么这时候勾四杂色，我觉得我们的警手 Jetton 是不会玩的啊，果然没有玩。他打得非常的紧，是这张桌子上翻前范围相对于最紧的一位玩家。哦，梦幻的 flop， 顶对二踢脚买花。对 K 圈草花来说，这手牌非常非常的强。顶对次踢脚买 second nuts 花。那 Greenwood 在只被盖了一顶帽子情况下，面对一个一万一千的下注，他极有可能会选择防守。28，对。哦，他选择做一个激进的加注，那这里会为他选，那他这里的选择会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看一看对手是否会在这里选择跟注。哦，他选择非常快速的一个 all in， 那这里的话是直接把 Greenwood 的很多范围给打飞了。